大家好，我是 Steven。 本来今天我和小芳打算去海洋省，然后去拜会一个小杨姐姐，因为今年的四月份的时候，我在海洋那边的管理工厂，然后呢认识了小杨姐姐，她在我们厂里边做这个生产线的包装组长。有时候因为她会中文，所以有时候经常聊天，想起来他原来在台湾打工过，然后有一定的工作经验。然后小芳的朋友呢，小潘依稀呢想去台湾打工，没有办法，我这边呢就帮他去再多了解了解，希望呢对他能有所帮助。本来我们打算这个直接去海洋的，但是现在过年这边呢加重，然后路上呢各种安检呢，还有站检查呢特别麻烦，还要办各种检测，所以没办法了，我想在现场沿线采访一下。我现在去小芳家了。 OK, let's go。现在我们这里检查了，我们过不去啊。检什么查呀？现在有疫情啊，这边管制很严。哦。那个小杨姐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帮什么？我想问一下，我有个学生啊。他想去台湾工作，但是他没有去过，不知道那边的情况。你去过吗？我就想问问你的情况，那在那边怎么样？哦，那边还可以呀。那你以前是什么时候去这个台湾的？几年前。零几年啊？你是零几年去的？啊？2004。OK。2004年的时候，那个你是中介介绍去的吗？是的。中介介绍去的话，那个时候多少钱介绍费？人民币3万块。人民币三万块，越南盾。现在在越南，咱讲越南盾吧。越南盾，人民币9。对这，人民币9。这样的话，你到那边的话，你是在台湾什么地方，小杨姐？我在台北呀，在。是不是桃园工业园那边？啊？是不是桃园工业园？哦，差不多在哪里？哦，那。明白了，那你介绍过去之后，中介，你的费用是一次性付给他的，还是到那边之后他一个月一个月扣？就是你去的话，要给钱他帮你买那个票，然后还有办那些签证、工作证，对吧？哎，是的。那几枚。这个9000多万，一般人他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年轻。现在要比较多一点。现在要更多是吧？是。那如果说没有钱的话，他想去台湾工作，有什么方法吗？有啊，他可以借银行啊。不是，除了借银行，意思是说有没有那种？然后过去那边工作了之后，然后从他工资里边一个月一个月扣啊，这样的有没有？应该有吧，然后也有那些那个订单，就是不用钱去的，
就是像那留学一样，对吧？一边留学一边打工嘛。然后我问一下那个小杨姐，你在台湾几年啊？我在三年。三年中文都说这么好，太厉害了，真的。啊？好羡慕。我的蓝巴拿哎，你中巴西了。真的太厉害了。就像我是自己学的，然后我过去那边。什么听都听不懂的，然后我就自己学，自己多看那个电影，然后我就去看的，然后看那个电影，他们有说。等一下，小杨姐，还有更重要的，那个那边的工资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溜了冰冰了。工资现在。你去的时候是多少钱？大概一个月。以前很小的。现在比较多，还没去，还没去抹糖。哎呦，还没去抹糖呢，这是刚到那里，还不算加班，对不对？如果算加班的话也差不多，但是他要第一年他就客户那个中介介绍他比较多一点。那是因为你没交钱嘛，如果你交了那个中介费，他就扣的少了嘛，对不对？是，交钱还有那个。现在我，小安姐，我听说台湾新法，今年2022年的新法，刚到那里的人基本工资就是25,250台币了，就是已经有还没去了，然后你再加班的话更多。是。加班是另外加的，另外算的。那一般在那边是不是吃的住的都包？安个搞老空，搞老空啊！吃的住的呀，都包吗？没有包的。没有包。你住的话，就是老板那里有床的住，但是吃饭也是他没有吃饭的，就是每个月他就扣你的钱。哦，明白了。就是这样的，那但是如果碰到那个好的老板，他就给你吃饭。哦，明白，这其实也是根据你碰到的人，对吧？你碰到老板好，他就对你好，这个正常，是吧？是的。明白。一般他就是给你吃中午的饭，然后晚上你要，如果你要再冲刺制的话，那他就扣钱的。哦，明白。那个小安姐，我问一点隐私啊，你去台湾三年，能回来赚的钱够买房子吗？每个公司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以前呢，就是我去台湾，就是我的目的就是赚钱的嘛，所以呢，我公司就是没有那么多工作，然后我就都是在外面找来的，然后就一天打几份工是吧？去加班，五点到11点。那你打几份工？我打一两个份工，有时候。归两份工作。好的，小杨姐，那你回来海洋是不是买地建房了？钱够了吧？差不多够了，那很厉害了，三年能回来买地建房可以了。行，非常感谢小杨姐，那个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去海洋，再拜会你，好吗？那你现在没有回来吗？对，现在我的朋友他要急着回去了，我们送他。他想去台湾找工作的，但是现在就这样的情况，我先问问你。好，谢谢小杨姐，回头有机会再来问你。好，拜拜。不是定型一台，你好。